Beyonce.他们两个可以一起吃，你看。居居比较会护食，Beyoncé不会。我要拿一些给居，不然居等一下要去抢Beyoncé。吃完啦，你吃好多啦。东西很慢，很慢条斯理。巨乖啊！羊是最乖的，羊腿好棒。你可以摸它。他们吃东西都可以摸。